可能有点类似度假中心。对不起，又是一记明显的警告，贱民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。这里的鬼魅似乎各自盘踞各自的地盘，不管你踏入任何一间，都会遭受强大的攻击。好像还有一个储藏室的地方，这边好呛，那个味道。小心，贝基，你不要进去了。不好意思，目前这个时间应该是属于他们鬼活动时间，我们这样闯，搞不好已经打扰到他们了。对不起，现在看一下。小心。你看他当初的设备还蛮好的，因为一般。什么声音？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，那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那种沐浴帘。浴帘。嗯。什么？我丢我的衣服。这里的灵体不断宣示着他们的主权，对于尖兵的打扰感到不悦。我们一直听到那个铜钢墙壁，后面的墙壁现在敲。我刚衣服被人，我什么东西？真的？等一下。狗叫声，是狗叫声还是不是？是东西在移动，是狗刚刚其实我们在这里。来自四方的威胁越来越强烈，这里的灵界朋友似乎共同守护着什么秘密，不让尖兵们公开。对不起，因为其实这边只是，我觉得上面有些东西要掉下来的感觉。就是因为其实它这个天花板跟墙壁是分开做那个隔间，然后我刚出来的时候一直觉得这边有东西好像要下来，要掉下那种感觉。看一下吧。墙壁这样子啊，对啊，根本不会去发现到有一道门在这。反过来开吗？可以，不行，反过来关起来。这是莫名的指引吗？暗处的门口就直接出现于尖兵眼前，入内的尖兵是否会发现更多的秘密呢？还是关起来。才跟你小心，你跟进去。这是什么地下室吗？这边好像是他们房后巷，这边还有地下室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们要下去看吗？什么？燕燕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东西掉下来砸到我的手。有没有怎样？没事。好，你看那楼梯。Peggy 还未进入搜寻就遭受攻击，这是巧合还是故意的引导呢？在这神秘的密室里，连工作人员也无法幸免不受到攻击。没有，现在是往地下室走。我那时候觉得这边很奇怪，它地下室好像有积水，而且等一下我看到一个东西。对不起，我看到那个双层，好像那种柜子的地方，这会不会是他们储藏室啊？对啊，不好意思，下面有水，现在是积水啊，积水，而且它味道好臭，很潮湿。那个墙壁哪里？什么东西在飞？哪里？什么呢？有东西，有
不要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蝙蝠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那个东西在飞来飞去，我看不清楚。啊，在那边飞，在那边飞，在那边。啊！蝙蝠呢？边吗？对，这里密室，看它是跑到哪里去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这里很凉哎，对，这边好冷哦。停留在不同房间的灵体似乎也有阶级之分，较高级的灵体占有较高级的房间，灵力比较低的灵体则只能挑选剩下来的空间。不是有个感觉有东西扑过来？对啊，啊，叹息声。你都没听到，你没听到吗？哪里吗？注意听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对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小雨，你小心哦，这边路不好走。好，你也被掉下去。这边好，不好意思。可是它这边好像有躺椅，可以让人家那个休息。有啊，它上面都还有开关。它上面有一本书。啊！什么？推我！不好意思，小心。等一下，我刚听到你在笑的声音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彩票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待在这不见天日密室中的，又是属于怎样的灵体呢？竟然一直尝试要阻止尖兵的进入。小雨来，好。那是厨房吗？对，可以过去。啊！怎么了？朋友，我是不是要摸你？我是不是讲错话？北北，帮我衣服。等一下啊，北北。这不能弄死吗？什么东西？他那个北北会不会是这边的工友？类似，就是说住在这里。哎，快点，小心啊，攻击人！没想到恶足不成，竟然用重物直接攻击外景队。因为其实啊，这边当地的居民啊，有讲说，因为自从这边荒废之后，又加上这边因为这个溪常常发生一些意外。然后所以变成说这边常常会出现很多一些鬼魅的事件，我们还是再继续往里面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你看，你看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当初那设备都还在，看鞋子、床啊、柜子都还在这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房间为什么味道好臭？什么味道？不知道，很呛的一个味道。我真的好臭啊，因为感觉好像不是那个湿气，我觉得就是那种地毯吸到湿气。动物的尸体直接出现在尖兵眼前，这仿佛是种严厉的警告，要闲杂人等立即消失。像刚刚那种味道那么刺鼻了，可是他这个房间的东西都被搬走了，他也没有床，好像只剩下那种水垫，水床那种垫子嘛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狗狗的便便，好脏哦。
因为他这边好像被破坏的蛮彻底的。对啊。什么？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北北，你刚刚有说什么吗？北北，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话，麻烦你出个声。伯伯似乎有难言之隐，难道有别的灵体在欺负他？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说。不要什么，不要管那么多。我不知道是我听错吗？啊！怎样？痛！怎样？我知道了，是什么东西？你没事吧？你这撞到什么东西？怎么会从后面都蜘蛛丝？小心一点，那这边可能很脏，是吧？这样我们不要管。我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因为这，因为他们厕所啊，好臭。小心啊！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他们真正的厕所其实也在，而且他们厕所好奇怪，竟然还摆一个，这应该是他们当初在烫衣服的东西。怎么丢在这？对，嗯，我看一下好了。好，嗯，怎么丢？刚刚忘掉的人，你也忘过去？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小心哦。不好意思，借我踩一下。麻烦你的手机。那个小雨借我扶一下。对不起。北北，你有在那边吗？Peggy 在窗外发现了什么？搜索行动可以继续下去吗？空警实验又会有何新的体验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去，这个地方。